时候，我的手风琴老师曾经邀请我说去俄罗斯音乐学院去专门学手风琴，但是我的爸妈真的是极其反对。但是后来喜欢上了唱歌以后，我觉得唱歌更能表达我的情绪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唱歌。我觉得首先我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，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舞台经验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这么大的舞台表演过。然后第二呢，我觉得来参加这个比赛，我可以认识很多很多爱唱歌的朋友，因为以后就可以叫出去一起唱歌。然后第三就是，如果我能进前三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对我唱歌能力的最大的一个证明。Eric 做到最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，新秀歌唱大赛多伦多选拔赛2014启动音乐力量，7月26号 Hershey Center 传递音乐生命。